China. Plus 工作，然后堵车一直堵了很久，然后现在米娅是唯一能休息的时间就是现在。我可能这个时候我已经 PO 了一条微博，无数个 Instagram， 两条微信，一条 B 站。哦，我的手已经抽筋了。米娅来了，刚才还在聊到你。Hello， 同事可以先照顾你。Hello，你好。所以这一款包是。当戒指用，大扳指。手里面欠了可能有五组照片还没有剖，我现在脑子非常混乱。马黑塞克的收入去赶场的三趟，这个是这个人今天的第一声，这个人今天的第一声 look。
散场之后都是坐摩托车走的啊。那咱现在有时间对着镜头说两句不？我们今天太忙了。今天太忙了，我们今天干嘛了？今天已经赶了三场了，一会儿还有两场，现在要去纪梵希。嗯，瓦伦蒂娜结束了之后，找了个餐厅换衣服，然后去了玛莎玛，也是我好朋友的品牌。然后刚刚在车里换了衣服。纪梵希的秀结束之后呢，要马不停蹄的赶去 Pittsburgh 太平鸟，希望能够赶得上吧。嗯。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回酒店休息了。是，你怎么一脸懵逼？这11点钟该晕了，好吗？嗯，天哪，太惨了。还好，还有两天时装周就要结束了。你怎么这么憨？今天比较清闲，今天是街拍日。今天天气好好，还要去买水的。他进了一家鞋店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再装他的新鞋了。买个箱子，买个箱子。我们就地取材，我们要拍今天的第二个 look。哦，今天是几号来着？30号。1号。为什么1号？我们才拍完祖国国庆70周年，怎么回事？今天已经1号了，天哪，日子都过混了。我们现在在去 Chanel 的秀场的路上，出发又晚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着急往秀场赶。希望大家都迟到吧，这样就不算迟到了。你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LV 的秀都在这里举行，然后非常的美，然后快要开始了，我最好再多跑两步，啊，累死了。